Cremant 就係用香檳方法做嘅一個 sparkling wine。咁呢個氣泡酒咧，其實最主要一個 producing region 就係嚟自法國中部嘅 Loire Valley 嘅富菲。富菲咧其實最有特色咧就係用 Chenin Blanc 做出嚟嘅 sparkling wine。咁 Chenin Blanc 咧係一個高酸花香味好濃郁嘅一個葡萄，有少少青蘋果嘅味道，不爽嘅感覺會出嚟得更加多嘅。譬如話好似呢一支啦，有年份嘅香檳，2018年咧，佢雖然係一個比較暖嘅一個年份，但係因為 Chenin Blanc 個酸度咧係比較高，所以出嚟個感覺咧係非常之 crispy 嘅。咁另外啦，譬如話佢呢個 version 啦，佢就係一個 house style。叫 Tête de Cuvée， 佢採用嘅方法咧就係用所有 Chenin Blanc 嘅 first press。咁 first press 嘅時候咧，提指中間果肉嘅汁會即刻出嚟嘅。不過葡萄汁咧個感覺咧係特別香、特別甜同埋特別濃嘅。所以咧其實好多酒莊咧都好中意用呢個 style 嚟做佢嘅 house style 嘅。咁另外咧最後啦 ，Rosé。咁其實呢一個區咧，中部 Loire Valley 咧用 Sainte 嘅方法嚟做嘅。Sainte 咧即係話一個 slow press 嘅時候，少少嘅 skin contact。咁咧所以佢個回味咧就會有好得意、好特別、好 delicate 嘅 tannin 感嘅。個唔同嘅 style， 你一定要試一下啦，不能錯過。